Germany. We are free to speak our beliefs up, and government should listen to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. No homeless.
对我们的旁生不公，在此我们一定看在那边。
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，我们注意在这里，整个美国超过500万人口，逛逛纽约近百万，我们要团结在一起，好像现在我们的犹太人，我们要自己强大，才能够我们得到了一定的公益公平。我们的需要的东西在这里，我们呼吁大家，我们人口也这么多，希望大家作为在美的你们公民一定要出来登记投票，是真正我们的一张票一个力量，我们抗议是让他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投票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在座的所有我们今天来到过万的侨胞六的市民，我在这里仅代表我们所有的今天加入我们维权大人们的核心分子，感谢你们。今天这次我们超过200多个侨团机构加入，我也在此感谢我们的侨团机构为我们的撒包，感谢大家今天真的辛苦了。走回上來這裡，我走回來這裡，要兩頭又到。我在家裡坐一坐，五點即有排，跟住要等我車來。啊，12點左右，對，你的團隊為11點。在這邊，開始對上了。
们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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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家啲人喺上桥位度，上桥位度上紧桥，啊，好多人啊！登帝旗啊！呢個 Eddie 哥嚇，啊！依家啲旗票啦～